温度，好，蛋的温度，如果像我们今天就是市场温蛋，对不对？我就会把它丢进去冰一下，因为今天很热。大概室温，你们应该放过，就是从冰箱拿出来蛋，你踏出来，它是比较浓稠的蛋白。如果你放在室温，它踏出来是比较水的蛋白。这样子比较水的蛋白比较容易打出来，打起泡，好，因为它的韧性不够，好，它的弹性没那么好，所以它可以比较容易打起泡，但是它打出来的那个气泡组织会比较粗糙，而且它因为弹性不够，所以它比较容易，好，那个气泡也比较容易消掉。所以要在17-22度的时候，它是稍微冰冰的，你再把它打起来之后，蛋蛋白的浓稠度加好的状态下，它一边打空气进去，然后一边是比较不会那么粗糙，打出来的蛋白会比较细腻。好，对。金黄球，如果是夏天的话，拿到蛋，好，可是蛋黄是不一样的哦，知道哈？我上礼拜有讲哈，蛋黄要最常温哦，好，蛋黄。